前灵界侦探仙水要打通魔界洞穴，令啲妖怪可以进入人间界消灭人类，终于同幽族佢哋展开咗正面交锋。仙水使出咗佢嘅灵光烈速拳，一时间令到幽族全无还击之力。同时，仙水个人向幽族屋企攻击。后嚟，仙水猛咁走，引幽族去追。佢用调虎离山计，将幽族佢哋几个分散咗，而且仲成功将桑园捉咗添。幽族狂奔，拯救桑园。哇！做乜鬼嘢啊？有冇搞错啊？乱咁爬头想死咩？仙水嘅力量好唔简单，但系点解佢呢招唔系用嚟向幽族攻击，而系打过嚟呢一边嘅咧？目的系要收集御手使，但系估唔到佢会咁样对付自己嘅同伴，实在太残忍啦！据我所知，佢一向都系好讲求完美嘅，所以佢系冇办法容忍自己手下犯错。你唔使咁心急。冇晒烟啊！系我嘅冲击波震散咗啲烟。埋单，你叫点啊？定急啲啊！佢杯姐俾书柜压伤咗，你搞乜鬼噶？见到佢咁样都唔帮手救佢，净系得个睇字，你有冇搞错？但系我系先咗嘅人，系你哋嘅敌人咧。放低牡丹，等我帮佢疗伤。哦，系。哇！我系仙水嘅手下，系你哋嘅敌人。知啦，使乜讲两次咁多啊？你认为仙水仲当你系手下？佢连你都想杀埋啊！做咩？阿贝贝佢，吓！啊！云口婆婆，大件事啦！究竟发生咩事？啊！牡丹佢，放心，佢冇事。唔使几耐就会醒翻。云海前辈，仲有个人都系受咗重伤嘅。静流，睇嚟静流受嘅伤比牡丹仲严重，放佢上张床度先。系。做乜嘢啊？头先究竟发生咩事啊？喂，你冇嘢吧？啊，冇嘢啊，我会有啲乜嘢啊？
唔怪得小阎王话你蠢啊！你头先受伤仲昏迷咗。你俾个输家砸死咁滞啊！好彩德云海大师救你啫。啊，系我记翻起啦。点解你咁都会避唔开噶？你平时啲反应唔系好快嘅咩？对唔住啊。佢其实为咗救我而受伤噶。当时庄外面传嚟好大嘅爆炸声，个书柜砸落嚟，好彩得佢及时推开我咋。我真系唔明，点解盖桑园会救我，而今次牡丹又会为咗救我而受伤？你哋唔知道我系你哋嘅敌人嚟咩？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先至好啊！当时嘅情况真系好混乱嘅。就晕晕咁，唔知发生咩事啦。原来系咁嘅，我份人系咁噶啦，成日都咁冲动做嘢，都唔谂后果。当时佢只系谂住救你，以人嘅本质，事前通常系唔会经过详细考虑。但系我所认识嘅人，全部都唔系咁嘅，就好似嗰盒录影带一样。嗰盒黑装录影带只系仙水同你只洗脑嘅工具，根本就信唔过嘅。唔系噶，唔系噶。每一个人如果见到人类极之偏激的一面，一定会很混乱和失去自我。但是做人应该可以控制到自己，你都可以。不知道邱座现在怎样呢？怎样啊？我的驾驶技术犀不犀利？再快点添啊！一手爬我头，同你练过啊！哈哈，我只系一时大意，俾佢爬咗头嘅啫。算啦，无谓同啲咁超嘅车斗啊！唔系啊嘛，单车都快过我。奥运选手嚟噶。仙水，你以为所有嘢都好似你预期中咁顺利咩？发你嘅春秋大梦啦你！我觉得揸架真车好玩过游戏机好多。哎呀，哎呦！后面嘅哥哥啊，我哋唔好嘈啦。啊，梗系因为我箍得佢太紧啦。不过一定要咁样先至可以将佢体内嘅潜能逼出嚟嘅。因为一个人越嚟感觉到痛苦，反抗力就越强嘅。另一个人亦都系一样，咁先有收获嘅。哎呀！佢呢啲简直系噪音。算啦，卷完，唔好咁啊！哎呀！做乜唔索性杀咗我？我哋根本冇谂过要杀你，反而希望你可以成为我哋嘅拍档添。做你哋嘅拍档，你话我？因为喺你嘅身体里边隐藏咗啲好特别嘅潜能，对我哋嚟讲，你呢种潜能系非常之有用。哼，对你哋有用又点？我唔会帮你哋。但系可惜唔轮到你话事咧，我哋只系借助你呢种力量，而唔系借助你个人啊，就好似大嘅狐狸女一样。但系佢唔系已经死鬼咗噶啦咩？但系能力未死咧，卷完已经将佢食咗落肚。将佢食咗落肚。咁即系话呢个嘢将大嘅狐狸女食咗落肚，所以就得到佢嘅妖力咯。你唔使担心住，等到你嗰种潜能完全成熟嘅时候，卷完先会将你食落肚。哎呀，你咪讲笑啦，唔使旨意啊！哎呀！话时话我真系好想吞咗你落肚啊！以为咁都得？喂，做乜嘢啊？桑如，你顶住啊！我即刻嚟救你噶啦！
幽族嘅死仔，善衰，耶！啊！呢个系咩人嚟噶？踩单车都追到上嚟嘅，使唔使谂办法搞掂佢先啊？唔使理佢噶，我已经安排好晒噶啦。我哋嘅任务只不过系车佢翻去啫。我仲犀利过奥运选手啊！真系犀利啊！参加奥运实攞紧金牌啊！佢一直跟住我哋嘅话咧，咁会跟到翻总部，点算好啊？都话咗所有嘢我安排好晒。而家你已经冇办法避过我嘅追击，你讲咩话？死民十字班，啊！呢位啊！呢啲就系标靶。标靶？唔理你走去边度都好，我攻击都一样可以打得中你。所以就算我只系射出一粒好细嘅石仔，都会攞你命。几本事啊？但你处于极紧张嘅状态，时刻留意身边所有嘅嘢。可恶！临死之前，你应该知道一样嘢嘅，就系我个名。我叫做印无耀，我嘅绰号系追击手。追击手嘅移动空间半径达到200公尺，佢可以喺敌人身上制造难以消除嘅记号。呢一种记号叫做死民十字班，任何物件都一样会命中记号嘅。无论我抛出啲乜嘢物件，呢啲物件都会自动追踪你身上嘅记号嘅，所以你而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你咪走啊你！仲要醒翻啊？华珍呢？善水嗰班人已经将桑圆圆捉走咗啦。是咩？好对唔住，都系我哋冇用，所以阻止唔到佢哋。你又使咩讲对唔住？不过我冇办法预先通知你哋，仙水个目标系和珍，我自己亦都要负上一部分责任。乜？原来仙水个目标系桑园咩？点解要捉佢啊？咁做系因为桑园佢拥有一种特别嘅力量，佢有能力使咗一把异空间刀，将我嘅异度空间冲破向我攻击。而仙水佢哋就系想得到佢嘅力量。
咩话？唔通桑园呢种特别力量可以破解到分暗魔界同人间界之间嘅亚空间屏障嘅？如果屏障真系打破咗，咁啲 A 级妖怪同啲最犀利嘅 S 级妖怪都会一齐进入人间界大肆破坏。只要咁讲，幽族佢一个人未必搞得掂。不如我哋都要帮手啦。不过要首先联络海腾同埋柳泽先。系。影子同正流唔好去啦，留低喺度会安全啲。系。咁我咧，我应该点做啊？自己嘅路应该由自己嚟选择嘅。你可以再选择同我哋作对，我绝对唔会介意。但系下次碰头嘅时候，你一定唔会再咁好彩嘅。肯好啊！而家我应该点做才好？呢啲嘢应该由你自己嚟决定嘅。你系个男仔嚟嘅，我谂外边一定会有好多人喺度嘅。我哋行走火通道啦。咁好，咪住啊！等阵啊！我都想一齐去啊！求下你哋俾我同你哋一齐行呢一条路啊！多谢你帮手。嗰个人母到底死咗去边啊？咁大风嘅。你而家只系得翻死路一条嘅啫，乖乖地受死。哼，迷死旨意啊你！唔好再匿埋啦，快啲同我死出嚟！去咗边呢？匿埋喺边啊？又有风。佢架电单车，咁即系话佢喺附近啦。喺边度啊？真系激死，而家成身都系箭靶添。嚟啦！我唔怕你嘅，血快啲出嚟啦！呢啲低 B 嘢伤唔到我嘅。又是黎哥，嘥气嘥力嘥时间激死。妖喂，唔系咁玩啊嘛！为咗保护人间界，幽助要喺仙水手上救翻桑园，但系佢第一个对手就系追击手，佢身上嘅死纹十字斑令佢处境好危险啊！究竟幽助有冇办法避得开佢嘅攻击啊？
あの野郎、人の体に妙な模様つけやがって。俺は射的の的じゃねえぞ。こら、大体弾の方が的を追っかけ回すなんて、そんなのインチキだ。クソ、早いとこぶっ倒さねえと。ハギのやつ、次に何飛ばしてくるか分かったもんじゃねえぜ。次回、ハギの標的、指紋十字班。伊達にあの矢見てねえぜ。割れた鏡の中、映る君の姿。泣いている泣いている、細い月をなぞる指。誰を呼んでいるの、消えた恋の背中。何度でも何度でも君の窓を叩くから。夜の